我想去。我现在真心的讲一句话哈，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让凤姐知道。其实我们刚出道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唱哪嘎西，然后我二姐相会，她那时候很喜欢唱你一首《呼唤》，然后她那时候要学弹吉他，你知道《呼唤》中间不是有一个过门吗？她每天在家里哦，我就看她拿一把吉他就这样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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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啊，这个很难呢。对，结果他练了一个月，哎呦，都去表演了。结果有成功无？就成功哎。没有哦。哎呀，结果二姐过来，林姐们还感谢凤姐。真的，其实我说真的，我们会出来唱歌，这个凤姐对我们影响很大。对，包括江蕙哦，包括二姐都，你对她影响真的很大。那现在哈，我们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离我远而去，你把我忘记。想